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史努比的手作时间了。今天的话要做三四五六。那我一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三就是一二三，它的就是盒子都是这样比较大的，然后四五六都是比较小。那我刚刚在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它的四五六其实是要组装它前面一二三刊的，就是小模型。像这个第六刊它就是只有这样，然后去组装前面的一二三刊，就是它的那个沙发组的灯，然后还有投手球的这个投手。那我们就先来做第三刊。好的，第三刊的话，它其实主要是把这个草地给整顿好，往后的期刊要再把就是零件组装上去，有一些栅栏啊什么的，所以他先请我们把这个就是后面有凹槽的地方都是先用美工刀先把它稍微画一下。对，那因为我们买的这个杂志刊啊，它其实上面都是写日文的，真的看不懂。那你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就有中文的解释翻译去做，会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开始吧，就是拿出美工刀，然后把像这里有这种凹槽的地方，是对着它切一下。第三看还有要做它的那个背板，背板的话好了，完成，然后再加上它。沙发组的抱枕这边，天哪，迫不及待。好，要来开始了。我刚刚已经有先把它拆开来了。3号刊的这个电路板，它穿过去，
理耶。小抱枕是让他们可以靠着的抱枕啊，怎么开口笑？这是第四刊，里面有包含了这个小抱枕。小房子，小栅栏。那第五刊很丰富哎。小房子，好，这个真的很精致，但做这个草皮的时候，就是第三刊，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草割好，不然真的是很难把东西卡上去。像我刚刚也是，就是要稍微用力推一下，才可以把这些像栅栏啊、房子，才可以把它好好的就是贴上去。好的，这个就是第五刊，啊，第五刊的话还有这个第五刊的小画框啊，其实就是第一刊那个沙发的家具背后的，哎呦，又掉了，家具。
去后面的这里，所以继续做啦。是第六龛，第六龛的话是这个灯，还有托手，锵锵。先来弄灯，哎呦，这是什么？看，这个灯是可以发光的吧？等一下哦，真的耶，好夸张！我先，它就这样。天啊，因为它这个真的都会一直跑，所以它就做了这个双面胶让它固定。那它也太晚才给这个双面胶了吧，哎呦，粘在手上。这些人物都已经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每次这样子拼拼凑凑，他都一直掉来掉去的，然后他现在才给我，真的是蛮傻眼的。他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设计。都贴在他们的屁股，这个还没好，但他这个电路板要干嘛还是不知道哎，应该是要放他的吧，我想这个就是下回继续哈。另外他还有多了这个。